近日，成毅亮相上海国际绿色电影周闭幕红毯。此前，他为电影《营救汪星人》五十天急速塑形至8%体质，走红毯时衣领点缀丁绣工艺，精致贵气，全是潮流穿搭方程式。活动中，成毅状态极佳，完美展现精致五官，粉丝直呼成毅夕颜停不下来。爱心大使成毅不仅成为 IFAW 金雕守护者，同时携手佩德亚洲善待动物组织拍摄爱护流浪狗公益活动推广，暖心指数直线上升。有句俗话说得好，万物皆有灵，狗狗和人类都是有感情有内心活动的，因为狗狗不会说话，所以需要我们更多的人去关心和爱护它。大家常说对动物没有爱心的人是不会爱这个世界的，与动物和睦相处就是人类无私的爱，也是这个对世界的大爱。坦坦领养代替购买就能实现你的大爱，请支持领养人，我是陈毅。